办法利益众生，所以这时候需要另外一种力量啊，把它拉回来啊，拉回来以后呢，拉到一定的这个轨道上啊，然后这样子转啊，然后才能够利益众生啊。那么这个力量是什么呢？这个力量就是慈悲心啊，这个力量就是菩提心，这力量就菩提心。所以这两个力量啊，这两个力量让我们离这个轮回啊不近不远的地方啊，离轮回不近不远的一个啊这样子的地方，然后让我们转啊，这样子以后呢，我们因为离轮回有一定的距离，所以啊不染于这些轮回当中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也没有彻底的脱离轮回，所以呢，他在这个啊轨道上也可以帮助啊，这个地球上啊，月球也可以照亮我们黑暗的时候。同样的，我们在这个轨道上啊，可以帮助众生。所以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最后讲的就是啊，你不要脱离啊这个轮回啊，也不要捉于这个轮回啊时间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啊，想办法要达到这两个，这两个就是大乘佛教的啊，核心的思想。那大乘佛教的所有的啊修行的方法，它的间接啊都围绕着啊这两句话啊，都是围绕着这两句话。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016766，500016766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8660，012001198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Yeah.
是佛啦，林多波，南无
打开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打开您的心，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，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